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通通是阿弥陀佛变现。啊，让我在这个境界里头成就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个事情没人能障碍得住我，谁也拦不住你。啊，要真干，啊，要能万缘放下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，亿万财产假的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，从业风水26年。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，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-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-35，让他欢喜啊，不切我语啊，刻薄。我们并没有占到便宜，真正占到什么？占到是人家怨恨，你说多麻烦。为什么不叫人家欢喜啊？身外之物，尤其我们现在明白了，越失越多啊，不是说失了就没有了，越失越多啊！张家大师62年前教我的啊，教我这三种布施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因为我这三样都缺啊，最缺的是财，命里没有财啊，寿命短。啊，还好的，就是还有一点聪明智慧，还有能力辨别是非利害，有这个能力。老师教我修三种布施，得三种果报。啊，修财布施得财富。啊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我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这些年来，我们在外面参加许多活动，发现很多同年的啊，他们身体都不如我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无微不至，他们没有注意到。老师叫我修，我真修啊！啊，财确确实实的，财用没有缺乏过。啊，虽然不多，够用了。啊，要办事需要财，他就来。啊，确实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。啊，千万不要急，急财伤道啊！啊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啊，做人应该大大方方啊！别人有困难，要诚心诚意帮助他。啊，讲为什么？将来他的成就就是自己的成就。啊，培养一个法师成功了，将来这个法师一生修行讲经说法，
度众生种种功德，我有一份，我成就的，我有一份，那就是我的分身，不吃亏呀，便宜可占大了。啊，可惜就是没有人懂，他没有看到，他要看到，他会去正干。我们要制造分身，要制造化身，啊，越多越好，啊，才能够广度有情。